年来，随着我国娱乐文化的快速发展，越来越多的外国明星纷纷把目光放在了中国市场，想要进军中国娱乐圈分一块肥肉。而两国通婚的现象也越来越频繁，像我们的汤唯女神就嫁给了韩国导演金泰勇，成为韩国的媳妇。而我们国产的鲜肉大叔们也用自身的魅力吸引到了一些韩国女明星，像早些年正红的蔡琳，后来核心版《还珠格格》的萧剑扮演者高子淇步入婚姻殿堂，怀孕后就回到韩国去生产。不过让人不解的是，产子居然回韩国，是为了让孩子入韩国国籍吗？还有一位中国媳妇也是这样，于晓光秋瓷炫去年结婚后一同去参加了韩国的综艺节目《同床异梦》，于晓光为了老婆狂学韩语，而秋瓷炫对中国美食更是由衷的热爱。二人在节目中的甜蜜相处，让网友直呼又相信爱情了。在录制过程中，秋瓷炫幸福的怀孕了。秋瓷炫经常回韩国养胎做产检。